我们先问一下安心雅好了。不要。安心雅，这里面哪一个表现最差？你觉得？我不要。要不然你不要讲，你比给我看就好，好不好？你背对他们，然后你背对你那个方向，比给观众看。我知道了。你用比的。那个二号。你就直接讲了，你不是说你不要吗？我要给你台阶下，你不踩。可是我刚刚突然觉得你是女神哎，你二号出列，二号出列。威翰，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成为这一票里面觉得他们觉得你最差？应该是胜算很大，我有信心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不会是你，好不好？觉得表现最差的是哪一位？还有面对这个二号脸皮如此的厚，到底会不会是他？请转牌。我又都有，哎呦，很乱哎，很乱哎。好，二号你选的是？我选的是一号，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太自信自己就是唱粤语歌，可是他唱的没有十年里面的那种感觉。哦。觉得他唱歌的样子让人家就是，如果他是放在 YouTube 上面，我可能看两秒就。哇！看了两秒就点掉，差一点没有检举而已啊！被人这么批评，就表示这些男子汉还有待努力啦，多加把劲喽！期待你们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其他人对于男子汉的表现是：郑美丽文对于这组歌唱组的表现又有什么感想呢？刚刚看完影片，我个人真一定要讲，赵薇涵，你还好吗？我听你唱李圣杰的切歌，我真的很想把你切歌哎！你刚刚是在唱校园吗？还是站不稳？接下来哪位男子汉的表现会遭到萝莉塔的无情批判呢？在我刚看过各位的歌唱表演之后呢，我觉得萧富华，你唱歌有够难听，你这是侮辱了陈奕迅，给我跪下！你应该要买他十张专辑回去好好的练，而且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唱歌，你要不要发表一下别的才艺？就是唱歌这条路，我觉得你死定好了。第三组的男子汉将要带来自己最拿手的才艺，谁会是正妹们的最爱呢？第一位呢，欢迎陈杰。欢迎。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杰，来自台中，就读中国医药大学研究所。哇。今天这身打扮是要表演魔术。你这是假的还是真的？真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你的表演啦。职业是魔术师的陈杰，他的魔术出神入化的手法令全场啧啧称奇。哇哦！哇塞！哎呦！哇！他的那个每一个魔术的点都在音乐点上面，最后 ending 的时候也是，而且他手法很快，让人家看不到破绽。哇，那个手很嫩哦，哇塞，哇，厉害，厉害，好有力哦。对啊，而且都一定有手势这样。平常抽卫生纸也会这样子吗？不会不会不会啊。OK， 不错不错不错，谢谢。谢谢。接下来欢迎白嘉伟。欢迎。哎，各位评审大家好。你好，我是目前就读，我是白嘉伟，然后目前就读文化大学体育系。体育系，对啊。想表演什么？今天？等下有加分题有关体育方面，然后现在带一个一分钟表演74个人。模仿秀。老弟借过一下，我要站近一点看模仿秀。哇塞，加油！模仿一些。第一个，孙中山。Oh my god。第二个。蒋中正，还有剩30秒嘛，不要担心，还有72个人。最后一个，72个，黄花岗72烈士。我的表演到结束，谢谢。那边挡好。息怒，息怒，息怒。哦，伟忠哥说一句话哦，是这个气道真的是哦。有淡淡的哀伤哦，你伤透他的心了。哦，我要再加分题，不要让我生气了哦。伟忠哥气起来，牛仔裤是会脱掉的哦。OK OK， 好，不要乱来哦。加分你要表演什么？就是平常在健身，所以哦，但可以请安心啊，就帮我一下，就是我要俯卧撑，请他坐我身上。可以不要吗？来吧，哦，要脱衣服啊？为什么要脱衣服？哦，哎，加分啊！哦，撞的哦，撞的哦，小心哦！啊，好恐怖哦！
恭喜。小心扶一下。哇塞！我天哪！天哪！哎，一直发出天哪是怎样？如果观众现在没有在看那个视讯的话，就觉得你在干嘛？不是啊，我会害怕啊。哦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就他很健壮。Hold 住。hold 住吧。可是他的第一句好热，让人很多遐想。你怎么了？这一段在点播率上应该会很高吧？喂，形容的太好了。不是因为我其实有，就是还不是有一公斤数在。你有一个有啊，我知道啊。你是有一个公斤数在。对，然后他可以就是把我撑起来，还蛮厉害的啊。哦，这拜托小杰也可以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小杰上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通常小学说没问题的时候都要想一想。等一下，我要讲一下。你觉得你很重吗？你觉得很重吗？不是，你很弱哎。我身体的那个不够宽，所以他坐上来他会倒，是我的错。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那你不要再说我弱了。那你觉得？你不要再说我弱了。那你觉得安心雅的触感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吗？那个小杰，哎，现在请跟全国观众朋友一起看一下重播。哇！哇！刚才坐你的不是他，是他，真的假的？我哪有那么重啦？哎，那个触感很硬哎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因为屁股大家都软的，又不好意思说。然后他坐的时候心里想说，原来安心雅屁股这么硬。接下来廖佑君要带来扑克牌的魔术，由于过程太冗长，为了怕观众们转台，只好跟你说声抱歉啦。接下来欢迎黄少琪。欢迎。哎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强工商表演艺术科三年级的黄少琪。耶！哦，你是南强的，南强的。我今天要带来一小段的踢踏舞跟唱歌。哦，对对对，融合在一起的吗？不是，哦，分开的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你先表演，谢谢，加油。黄兆琪在踏完一小段踢踏舞之后，竟也开始演唱歌曲来，这也太突然了吧。关于情歌只唱一遍，我想你应该早发现，我情也许你愿，能不能唱进你耳边？关于情歌再唱一遍，你一定要认真听见，想想我们之间，要不要停住这瞬间就永远。上一组的，哎，你说的很对，王子也这样讲，对，他想说可能在这组表演大家没有唱歌，他唱歌是比较胜算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真的唱得蛮好的，说的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孙子兵法里面，兵者诡道也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比别人多一点心机才有办法战胜。你看他前面踢踏舞咔啦咔啦两下，后面就开始唱歌了，这样就可以，对，就可以来才艺组。哎，我说你也唱两句咔啦一声，唱两句咔啦一声，不行吗？难道？自己做的品对，看。关于情歌只唱一遍。哦，哎，算，好不搭哦。不是，看起来很笨啊。对啊，看起来是很笨，很忙。彩衣娱亲呢？这也算唱跳歌手。这你还是好好唱。跳歌手。对。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接下来欢迎下一位黄佩泉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黄佩泉，然后我就读南强工商表演艺术科一年级。好，okay. 今天表演什么？花式篮球。哦哦，很难呢。那你自己有看过我表演过篮球舞吗？你喜欢吗？你比较厉害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好谦虚的小孩，我好喜欢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是瞬间讨厌小杰。喂，外形可爱的黄佩泉将表演出神入化的花式篮球表演。哦哦。越来越快，Check it out， Go， 哎呦，
花。哇，还可以变慢哦。哦耶。真的是谦虚，因为他真的表演的比我还厉害，而且好真的吗？嗯，真的好。我没看过你的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。我现在现在吗？对，来一下比较不一样啊。One, two, three, music. 哦、oh. ，哎呦，走了走了走了。Music， 你也要来一下。黄立行，黄立行，黄立行 ，Music。也可以。爸爸。喂，哎，这花是篮球，它是球。爸爸。它是球。啊，我猜中了。